下集精彩预告，鸟王再次出现失忆症，大炮带他到诊所求医， Dr. Tay 证实鸟王患了失智症，他将如何应对？阿牛嫂还在为阿Bee的不归家忧心忡忡，他们母子将如何重逢复合？吃饱没？星期五中午12点，8频道。